是日本的。很轻便，那我们来试用一下，就直接这样烤进去，不用转，然后盖起来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可以，哇，火是很旺的哦，可以调大火、小火，烤盘上面还有一个可以漏油的一个孔。好用，所以我们今天先来家里试一下。Lady Go。这油水在容易是不是要吃先？生的青椒，
这年糕好 Q 弹啊，超好吃。何？你吃的不辣，那你有点好吃的。何？